这一年，黎明人走过春之盎然，将希望的种子播下。这一年，黎明人穿过夏之繁茂，将勤劳的汗水挥洒。这一年，黎明人掠过绚丽金秋，将累累的硕果摘获。这一年，黎明人挺过冰雪寒冬，将勃勃的生机蛰藏。无论是晨钟暮鼓，还是酷暑严冬，每一天黎明人征战市场的脚步都从这里向世界进发。无论是车间灯火辉煌的午夜，还是总部基地朝霞如歌的黎明，每一天黎明人精工铸造的设备都从这里载誉出征。载着客户与我们的契约，翻山越岭，漂洋过海，扎根异国他乡的日出和黄昏，然后用沉稳有力的轰鸣声创造价值，回报信任。跟着镜头一起出发吧，去看美丽生产线，看信任花开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贵州铜仁。那么我身后呢，就是黎明重工与中国通号集团。我现在位于浙江省衢州市的龙游县。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，是内蒙古阿拉善左旗。在所在的是四川省的广安市。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。大家好，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山东信发集团。我现在所在的是鄂山砂石生产线的现场。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，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巴彦县。2017年，在企业发展驱动下，一支支外采拍摄小分队向着黎明服务版图的各个方向进发，借由拍摄组的镜头，宏伟壮丽、青山绿水的样板户生产线，犹如一幅幅画卷铺陈在大家面前。从烟雨蒙蒙、乍冷乍寒的江南，到酷暑骄阳、大汗淋漓的东北边疆；从阴雨连绵、泥泞难行的东海之滨，再到寒风呼啸、零下十度的蒙古草原，10个月，18个省市，33家客户现场，33个样板户案例，见证的是气势磅礴与浩浩汤汤。而这才仅仅是黎明重工全球数以万计客户生产线中的一个小小缩影。30公顷尘与土，8000里路云和月。世界版图上，黎明重工先后服务于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0多家客户。在环境友好、生态友好的理念下，参与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矿产资源开发，以高附加值及完善完整产品链，赢得尊重和信任。经过各方考察对比以后，我们选择了黎明重工欧巴系列磨粉机撒胎。我们的日生产能力在500台以上。生产线投产到目前为止0故障，黎明重工售后团队定期回访，为我们的生产保驾护航。目前试车的情况，设备还是比较稳定的，产能也能达到设计的标准。黎明重工的品牌还是过硬的。非常感谢黎明重工的生产的设备。自从用了黎明重工的这个设备，这个生产量突飞猛进，我为黎明重工点个赞。现在呢，我们根据这个市场的需求，我们准备增加第二条生产线。第二条还是用咱们黎明重工的。黎明重工能帮助我们，我们也希望在黎明重工帮助我们的情况下，把企业做得更大更好。如果你的脚步没有丈量过这千山万水，就难以体会黎明重工销售版图的深远与辽阔。如果你的脚步没有丈量过这千山万水，就无法探知销售人员披荆斩棘、开疆拓土的功勋与艰辛。如果你的脚步没有丈量过这千山万水，就无法亲耳聆听黎明机器的轰鸣。
亲眼见证黎明制造的实力担当。适应环境，活跃在不同物料加工的客户现场，服务当地发展，像战士，像匠人，用默默十年甚至20年的坚守，传递着黎明重工与客户之间的信赖。每一个员工都是黎明制造的重要参与者，每一个部门都是黎明制造的关键环节。一路上风雨兼程，再回首已过万水千山，黎明制造的工艺精良正通过这万水千山繁衍不息的生产线，屡屡赢得客户尊重与认可。客户每一句赞美的话语，每一抹满意的微笑，每一个友善信赖的眼神，都值得我们回望珍藏。来不及感慨奋斗的历程，面对时代大潮和难得机遇，新的目标已在催促我们乘风破浪，扬帆起航。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。保持专业，持续奋斗，让我们与我们的客户价值共享。2018，跟着镜头一起，山川湖海，我们再出发。